就是这样，亲爱的，你非常上相，太美了。再性感一点。英雄，你看，我是超级名模。好了，英雄，你太没有礼貌了。没错，如果你对我的行为不满的话，我们可以用绅士的方法来解决。嗯哼，好的，这一场的比赛，我们要看看谁最能消化最难吃的食物。我可警告你，我可是吃烂东西的高手哦。我曾在难吃学院修过发霉的面包。那好吧，我们就从水煮花椰菜开始吧。接着是水煮烂花椰菜。接着是藏在我脚趾头间一个星期的水煮烂花椰菜。真不错啊，老狗，总要有一个人赢嘛。看来是我留下来了，我现在觉得我还可以吃一点甜点。